好，我们看第二个练习，从第五小节开始，有一个问题，挑三勾一，下面要勾一再挑三，勾一弦之后，手中指自然浮在了二弦上，那么需要挑三弦，挑的时候我们讲过要间隔一弦浮做一个支撑，那么在这里呢就不能浮在一弦上了，我们就浮在刚才落在的二弦上，直接挑三弦，因为一弦还在振动，你要一浮的话，阻止它振动。啊，下面勾二挑四也是这样，勾完二弦之后，中指搭在三弦上，直接挑四弦。下面遇到这种情况，也是以此类推。